아. 에휴, 세리야. 这行无外久，尔就喘咖呢。平常是无咧运动吗？你怎么办啦？我真正需要休困。哎，你是安怎？你有要紧无？其实我自细汉，我的血管就无啥好啦。你有血骨啊？无这严重啦。三三，你身体这虚，我就无爱带你来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我只是小看喘，我才无这么虚嘞。而且你袂记啊，我有跟你相识，我一定会让你顺利跟郑大师合作，所以我一定要斗相共啊。相识是你咧讲啊，我无答应啊。啊，不过这世界拢是对啊，到底这种才是咱要找的啊？还是这么好找哦？郑大师，特别给咱一罐考验嘛啦！哎，相片哩，我查过啊，对啊，应该在这附近。无问题，那安尼咱分头去找。家己一个人会使无？惊你的下骨哦，搁发作呢。当然会用的，我拄才有休困，而且我今麦就有精神。好了。哪里？你找一边，我找一边。十分钟后集合 ，OK？ 这有真侪虫甲蛇，你家己较细里啊。安娜，小龙有啥物好惊的？小龙，李小龙。我是讲蛇，叫小龙较好听啦。啥物声音啊？啊，啥物声音？啊你不是讲你唔惊小龙？你敢确定咱要安尼去找？对啊。啊，我摸到，用好夹到啊！好啦，等一下可能要落雨啊，我赶紧来找。Go， 到这里啊。时阵啊，我问过一个啊，伊讲哦，伊种地啊，发伫足悬的所在，你敢有法度爬无？就算无法度嘛，爱爬啊！这件代志啊，已经唔那是甚物重要代志啊，佮关系到咱的民主啊。总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甲你斗相共完成任务，绝对哦袂让你失民主的。
慧姐只是我的秘书而已，她就这么疼我。啊，小月是我母的，是怎么她就不愿意支持我？总经理，你哪会还戆戆站在那里？若是还不紧走，万一蔡大夫因先找到你，这样就不好了呢。哎，是安怎？啊，哎呦棒！哦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哦。我讲永远放手，那在转身以后，世界已经新换。哎，你就有好哎。安尼，后摆我就袂甲你讲。啊！安尼就安尼就好，你搁扶上去啊！你帮我无事，我先死啊！你搁准备到江苏转来啊？唔难的哦，我搁有找精油，我家己会当抹，我搁有放顶，买当抹遮，我搁有找巧克力能量棒，我搁有能量饮。狮子精马乌，钟经理，你若是有啥物需要，再甲我讲吼。就是啊，你到真细心啊。我多啊，啊我是你的秘书啊，若是连这小块代志拢做袂好，如果有你念书，连这秘书都会用陪我想，我拢无哪。袂啊，小叶姐嘛对钟经理就好个啊。你爱啉的咖啡是伊教我泡的呢。怎样啦？小月对我要跟我妈拢做照顾的，会当讲是尽心尽力。啊，可能是伊即阵啊，因后头厝发生遐个代志，所以啊，海刚你家己嘛有看到啊，伊为了蔡大夫的代志，要跟我冤家。小叶姐应该只是心情不好才会跟你冤家。总经理，你慢慢受过艰苦啊，我相信小叶姐心肝内也是有你的。只是伊妈需要照顾伊老头子那边啊。反正我同意，你翁婿要到我老厝，就是发生代志，你会行得住。当然，我会先顾家己的翁婿。安怎讲？翁婿是甲家己相亲，嘛会陪伴家己一世人的人，所以无论如何，都应该支持家己翁婿。那你小叶为什么不是安尼想？总经理。啊。啊，回来姐，那个公仔啊，谢谢伯。总经理的背影看起来足孤单的，小叶姐嘛真正是应该加关心总经理的。明明是蔡大夫挑过伊甲总经理相济，伊煞无听家己的翁婿。这下来真要爆了去啊！这下应该做的啦。晴哥，我就是需要你种听话的卡手啊。总经理，你敢不受伤哈？都无受伤尔。对啊，啊你嘞？我不要紧啊。无代志好，无代志。行，继续。这里哦，这里。这里。
东西，啊，到底伫倒啦？哇，我又找无。哦，这里这里最惊的。你根本是找着灯啊！啊！